在19万赞，然后帮我一起点点屏幕，然后点点免费的关注，点点免费的赞赞，好不好？好像打开了。打开了吗？打开了。你看到吗？嗯，对，他这里的酒都是过期的，你们看到没？那个我大哥在旁边，我就不对着他了，对吧？都是一些过期的。我给他们说，他们问我你是做什么的，我说你是做过期的东西的。哎呀，视频放大，我不会。怎么放大呀？我不会。对，对，过期的，对。对，这些都是过期的。对，金枝可以转换一下。怎么转换呀？我看一下啊，设为主咖是不是？我这样子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就这样子的，对对对对。哇，那你们参观一下富哥他们的公司。可以啊，我带你到院子里面去嘛。到院子里面。对对。 Hello。 Hello。 哎，哇，小黑，就是我们公司呢比较破旧啊，大家不要嫌弃，好不好？对，公司比较破旧，大家不要嫌弃啊。哈哈。我第一次看到是那个关着门卖酒的。卡不卡？有点卡。关着门有点卡。有点卡。他卡了。现在呢？现在卡不卡？现在卡不卡？现在不卡了。我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公司。然后我们卖酒呢，我们卖酒都是关着门卖的。哎，有没有成都？卡没了。你把你自己放上去，看不见了。好像要你来弄。卡了。你帮你弄一下，要你来弄。我怎么弄啊？你那个，你先断开连接呢。对，有点卡，是不是？有点卡，太卡了。他那里信号不好，他院子里面信号不好。直播间有没有成都的朋友？有没有成都的朋友呀？不是，他们不是做那个供应的，不是的，他们是卡掉了。对，金枝好聪明，谢谢。我看到好多新来的朋友没有给金枝点关注，给金枝点点关注好不好？嗯。对，他跟他大哥呀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他大哥是董事长。对，他大哥是董事长。对，我现在已经关了连麦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关了连麦了？是太卡了，他那里网络太卡了，富哥那里网络太卡了。我们直播间是成都的扣个，是四川的扣个一。是外省的扣个二，好不好？就是四川的扣个一，是外省的扣个二。如果是成都的话，应该知道，富哥他们的那个地方，因为那个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公馆，对，是一个公馆，然后专门做那个老酒的，对。你今年多大了？山东省的扣几？山东省的扣666，叫我叔叔，谢谢，欢迎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感谢大家。然后你们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好不好？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对，刚刚有点卡，是富哥那里卡是不是？你们刚刚卡的时候能看到我吗？他跑人家家里，那个公司我去过，知道吧？我去过的，
公司我去过，然后他大哥我也认识，然后他大哥应该很多人也认识的，我就不说是谁，因为我一报名字的话应该大家都认识。对，我一说就是那个大哥的名字的话你们应该也认识，所以我就不说了好不好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，如果说到时候让富哥来说好不好，让富哥来说谁叫什么名字，四川成都的应该是认识的。富哥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接个电话哈。富哥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富哥。太卡了。对，那你卡了。对。你下去了就卡了。下去了就卡了是吧？嗯。哦，那没事儿，没关系。那我就说给你讲一下，太卡了就断掉了。对，卡了好像我这里也卡，是不是呀？刚刚你们也看不到我，对不对？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刚刚也看不到我，是不是？你们刚刚副歌卡的时候是不是也看不到我呀？那行，那个你就先和大家聊天吧，我就不和你。你不连麦了吗？不影响你了啊？你不来连麦了吗？不连了吧？啊，好吧，啊，你们还想不想要副歌来连麦看他的老那个过期的酒的？没什么好看的。他们以前说让富哥的过期的酒让9.9什么的。连吧，他们好像都说让你连。不连了吧？啊，不连了吧？他们好多，你们想让富哥连的在全屏在公屏打个连麦两个字，你进来看吗？都想要你进来连。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想让富哥还要连麦的打个连麦两个字，让富哥看一下。对，笑容好灿烂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穿的没这个衣服就是没有领子的。对，你看嘛，好多人都说让你上来连麦，然后你来连嘛。行，我来连嘛。好，他说他马上来年，但是他马上来年。富哥说句真心话，喜不喜欢精致？你们等一下帮我问好不好？不要说我说的，你们等一下富哥连麦了，你们就全屏打这个，你们好不好？好的打一个好，就是你们帮我问他，好的打一个好，对，你们帮我问。我是女孩子，我就那个了。对，愿意帮我的，愿意帮我问这个问题的，就是问富哥，就是有个就是家人问富哥喜不喜欢我，然后让他自己来回答，让他自己来回答。他等一下来连麦，然后来连麦以后，你们就全屏扣问他的这个问题。好吧，好的，打一个好，新来的朋友们，然后你们先点点关注，整理一下你抖音的资质，可以往直播间里售卖。这个我还不是不会，这个、我还不会。对，然后你们好的哈，你们说好哈，对他现在还没有来，你们先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多少赞？21万赞，我们一起点到30万。我们一起点到30万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就等一下这样子哈，我说一个这样子，我假装带一个节奏，我假装说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扣一波888，然后你们就帮我问这个问题。等一下，来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我们一起把那个赞点到30万，好不好？帮我把那个赞点到三。我没看到。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数3、2、1，我们一起点一下屏幕，我们一起把赞点到30万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把赞点到30万。来，我们一起把赞点到30万。
为什么是叔叔阿姨？因为直播间很多都是叔叔阿姨。哎，他又走了，他是不是卡了呀？他是不是卡了呀？对，他好像卡了，没来。对，我等一下我就这样哈，我就让我说直播间的家人们，精致的良家人们，我们全屏打一波888，然后你们就问，不然的话等一下你他会说是我让你们问的，然后我相当于是我来骑一个带头，然后打个888，你们就帮我问他那个问题哈。然后现在23万赞了，我们321一起点一下赞，来321一起点点赞，直播间的那个家人们一起点点赞。他隐身了，怎么隐身？这个不能隐身的。对，帮我点点赞，一起在公屏上点点好不好？对，一起帮我点一点。富哥来了，富哥来了，我给他拉一下哈。对，太卡了他那里。嗯，我看一下，哎，富哥，你申请一下连麦呢？富哥，你申请一下连麦呢？我看一下邀请，看一下邀请是在连线邀请这里。对，嗯。他我说支持富哥取经之的扣一，你们就全部扣一。哎呀，我们先姐别这样啊，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来，我们先把金枝的牌子粉丝牌给挂着好不好，先把金枝的粉丝牌给挂着，然后你们挂着粉丝牌打字好不好，在这里花个一毛给金枝挂个粉丝牌，然后再帮金枝问，这样子的话他更容易看到一些，他更容易看到一些，因为前面会有黄色的那个金枝妹三个字，然后会更容易看到。他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我不打 PK 哈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对，帮我先把那个粉丝牌，就是所有的家人们，所有的家人们，小富不连我连了，不是，是有很多家人们要跟富哥聊天，然后问富哥很多问题，我们就先给那个，就是把那个粉丝牌帮金枝点亮一下好不好。金枝我爱你，谢谢谢谢你，你点个关注呗好不好，您关注都没有点，来这里，然后我们现在27万赞了，我们点到30万我就把富哥拉上来。哦，他申请了是吧，申请了，我看一下哈，我们一起点到30万赞，30万赞。喂喂，你刚刚那里怎么了？刚刚卡掉了呀。卡掉了吗？对，卡了。哦，就是我们直播间有很多人都想要你来连麦聊聊天，然后很多人都打连麦，然后让你来聊天，然后对，李阿姨中午好。这样，直播间1687个家人们，我们是金枝的家人们，支持金枝的全屏扣一个888好不好，全屏扣一个888。不是吧，888啊，不是吧，不是你们，不是你们不按套路出牌呀，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。怎么了啊，没事，怎么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嗯，你们怎么没有按套路出牌，没事没啥，我看全是八。怎么了，这个是暗号吗？没有啊，不是啊，我是让他们打字，然后富强，你喜不喜欢金枝？富强喜不喜欢金枝？富哥你喜欢金枝吗？
福哥喜欢金枝吗？你们不要带这种节奏，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不要问，你们不要问这样的问题，你们不要问这样的问题。怎么啦？啊？怎么啦？没什么。富哥喜欢金枝吗？其实我说句话，可能很多人会说我，其实喜欢一个人，爱一个人，他不是用嘴巴说的，是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做的。家人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其实要去表达对一个人的喜欢，并不是口嘴巴上面说，哎，我喜欢他，我爱他，这个不是真正的一个东西。就是如果说卡了，我喜欢一个人，爱一个人，可以愿意为他去做一切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吗，家人们？对的，打个对，是吧？这话说的没毛病。因为我每个人他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看待事情的角度，对不对？对于我来说，我喜欢一个女孩子，我如果说我怎么说呢，对，愿意行动嘛，我肯定愿意行动呀，我一直在行动呀，对吧？很多人可能很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回成都了，为什么没在马边了，对吧？你们想知道为什么我没在马边了吗？想知道的咱们打个响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和大家一起聊，因为直播间所有的朋友，所有的家人都是支持金枝的，喜欢金枝的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想知道的咱们打个响，喜不喜欢就行了，喜欢呀，大家都喜欢呀。说实话，你说实话，我们你们有没有发现金枝她有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的东西？你们发现没？对，想知道我为什么回成都了，是吧？因为首先第一啊，金枝呢，其实我是想带她走出大山的，大家一起打表白，大家一起打在一起，不要打在一起，哎呀。你人家女孩子在那儿，你们说这个会害羞的，对吧？会害羞的，不要打在一起，不要打在一起。其实如果说要表白那一天，不可能就这么草率的在就直播连个线就表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肯定一定要给他仪式感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对，因为金枝呢，现在我想带她走出大山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直播间我看到有个人说是我让说的，我没有啊，你们帮我证明一下，我没有，对不对？是我让说的吗？不是我，不是，对不对？啊？是。不是。家人们，我问一下啊，就是刚刚一直在打那个八八八，那个意思就是想问我喜不喜欢金枝，是吧？没有，不是，没有，不是，是，他们都说是。